《秦帝国》第五部，《铁血文明》第四章，《风云三才》。李斯匆匆走进王城，那一片难得的明亮静谧，实在叫他惊讶。秦法有定，臣民不得贺君，官吏不得私乡庆贺，无论是年节还是寿诞，臣民自家欢乐可也。 若是厚礼贺君或官吏奔走庆贺上司，视为触法。秦惠王、秦昭王都曾惩治过贺寿臣民，而被山东六国视为刻薄寡恩。可秦国的这一法度始终不变，朝野一片清明。大师荀子入秦，将其见闻写进《荀子·强国篇》，曰：“观秦风俗，其百姓朴。” 其声乐不流污，其服不挑，古之民也。官府百吏肃然，莫不恭俭敦敬，忠信而不苦，古之利也。入其国，观其士大夫，出于其门，入于公门，出于公门，归于其家，无有私事也。官吏不比周，不朋党。 替然莫不明通而攻古之士大夫也。观其朝廷，其朝贤听觉百事不留，恬然如无志者，古之朝也。古四世有圣，非性也，术也。如此醇厚气象，实在是当时天下之绝无仅有。 此等清明传统之下，每逢年节或君王寿诞，咸阳王城自然是一片宁静肃然。与寻常时日唯一的不同是，处处灯火通宵达旦。当然，之所以宁静，还有另一缘由：王城之内，凡能走动而又不当直的王族成员与内侍侍女，都去赶社火了。秦法虽严，王城一年也有两次自由期。 一是春日踏青，一是年节社火。秦王嬴政从来没有在岁末之夜出过王城，这便是嬴政。万物纷纭，而我独能静。岁末之夜，独立廊下，听着人潮之声，看着弥漫夜空的灯火，嬴政的心绪分外舒坦。身为一国之君。 能有何等物事比远观臣民国人的喜庆欢闹更惬意？正在年轻的秦王沉醉在安宁美好的心绪中时，李斯匆匆来了。嬴政有些惊讶：“咸阳去年社火天下第一，长史不带家人观瞻，如何当值来也？”李斯摇头道：“老妻儿子自驾去便了。” 臣有一宝，晋王嬴政不禁大笑。年关进宝，长史有祥瑞物事。李斯颇显神秘的一笑：“臣所进者，非阴阳家祥瑞之宝，乃国宝一宗。”说罢，从大袖中捧出一方铜匣。此乃魏辽兵书，托臣殆进。 嬴政双手接过，惊喜的目光中有几分疑惑。魏辽可随时入宫，何须如此待见？李斯道：“魏辽说待王观后再进谏论兵，或是明示秉性也。臣亦不甚了了。”嬴政笑道：“魏辽入秦，天下瞩目，魏国不会轻易罢休，长史多多上心。” 不能叫魏辽又做一回郑国。李斯一拱手道：“君上明断，魏国老病甚深，臣不敢大意。”李斯一走，嬴政立即急不可待的打开了魏辽子。方翻阅片刻，嬴政便起身离开了书房。及至赵高一头汗水的回到王城当值，嬴政已经不在大书房了。 赵高机敏异常，也不问当值侍女，立即找到了东偏殿后的密室。秦王果然在案前心无旁骛地展卷揣摩。赵高一声不响，立即开始给燎炉添加木炭，并同时开始煮茶。片刻之后，两只大燎炉的木炭火红亮红亮，酽茶清香也弥漫开来。 春寒愈显阴冷的密室，顿时暖和清新起来。一切就绪，赵高悄没声的到刨除去了。又是片刻之后，赵高又悄没声回来。辽炉上有了一副铁架，铁架上煨着一只陶罐，铁架旁烤着两张厚厚的锅盔。赵高估量的分毫不差，秦王一直没出密室，昼夜埋首书案，一口气读完了。 未了子，直到合卷，嬴政才狼吞虎咽地叠下了一罐肥羊炖与两张烤得焦黄的锅盔。天下第一兵书，为肥羊锅盔可配也。听着秦王酣畅的笑声，赵高也嘿嘿嘿不亦乐乎。小慎，嬴政故意沉下脸，立即知会长史，今夜拜会未了。 嗨的一声，赵高不见了人影。一部未了子，在年轻的秦王心头燃起了一支光焰熊熊的火把。自少时开始，嬴政酷好读书习武两件事。论读书，自立为太子，嬴政便是王城典籍库的常客；及至即位秦王，虚位九年，嬴政更是广涉天下诸子百家。 即或是那些正在流传而尚未定型的课本，嬴政也如饥似渴地求索到手，立马读完。对于天下兵书，嬴政有着寻常世子不能比拟的兴味。春秋战国以来的《孙子》《吴子》《孙膑兵法》，更是他经常翻阅的典籍。昔年上将军蒙敖多与年轻的嬴政谈论天下兵书，蒙敖常云。 孙吴三家世之经典也，王当多加揣摩。嬴政感愧一句：“三家精则精矣，将之兵书也。”蒙敖讶然：“兵书自来为将帅撰写，秦王此说，人不能解矣。”嬴政大笑云：“天下大兵出令在王，天下兵书宁无为王者撰写乎？” 蒙敖默然良久，拍了拍雪白的头颅。论兵及王，兵家所难也。王求之太过，恐终生不复见矣。嬴政又是一阵大笑。果真如此，天下兵家何足论耳？这部《未了子》，令嬴政激愤不能自已者，恰在于它是一部王者兵书。 自来兵书，凡涉用兵大道，不可能不涉及君王，如《孙子》《史记》篇、《吴子》《图国篇》等。然毕竟寥寥数语，不可能对国家用兵法则有深彻论述。魏了子显然不同，全书二十四篇，第一卷前四篇专门论述国家兵道，实际便是君王用兵的根基谋划。 其后二十篇具体兵道，也时时可见涉及庙堂运筹之总体论断，堪称史无前例的一部王者兵书。嬴政读书历来认真，边读边录，一遍读过几张羊皮纸已经写满。魏了子的精辟处已经被他悉数摘出归纳，同以“王谋兵事”四字所列，都是魏了子出新之处。 王谋兵士第一，战事胜负在人事，不在天官阴阳之学。这是魏了子不同于所有兵书的根本点。王者治军，必以人事为根基，不能以占卜、星象等神秘邪说选将治兵或预测胜负。其所列举的事例是第一代魏了与魏惠王的答问。 嬴政在旁批曰：“笃信鬼神，谋兵大计也。君王以鬼神事绝将运兵而能胜者，未尝闻也。恒当戒之。”嬴政认定，这一点对于君王比对于将领更为重要。将领身处战场，纵然相信某些望气、相地等等征候神秘之学，毕竟只关乎一战成败。 君王若笃信天象鬼神之说，则关乎根本目标。譬如武王伐纣，天作惊雷闪电，太卜占为不及，臣下纷纷主张休兵。其实太公姜尚冲进太庙，踩碎龟甲，并慷慨大呼：“吊民伐罪，天下大道，何求于枯骨？”武王立即醒悟，决然当即发兵。 若非如此，大约汤武革命便要少去一个武王了。唯其如此，君王一旦笃信神秘之学，一切务实之道都将无法实施。所以，立足人事，乃君王务兵之根基。王谋兵事第二，兵胜于朝廷。魏了子反复陈述的邦国兵道是：治军以富国为先，国不富。 而君不威，复制者民不发任，甲不出暴而威治天下。故曰：兵胜于朝廷，不暴甲而胜者，主胜也；阵而胜者，将胜也。显然，这绝不是战阵将军事业之内的兵事，而是邦国成军的根本国策，是以君王为轴心的庙堂之算。 也就是说，朝廷谋兵的最高运筹是国富民强，不战而威慑天下；不得已而求战阵。故此，一国能长胜，首先是朝廷总体正道之胜。王谋兵士第三，不赖外援，自强而战。春秋战国多相互攻伐。 列国欲危求援，而最终往往受制于人，遂成司空见惯之恶习。魏辽子以为，这种依赖援兵的恶癖，导致了诸多邦国不思自强的顾忌，是以魏辽提出了一个寻常兵家根本不会涉及的论断：量国之力而战，不求外援，更不受制于人。嬴政特意抄录了魏辽子这段话：今国之患。 以重金出聘，以爱子出质，以地界出歌，而求天下助兵。名为十万，实则数万。且发兵之先，其军无不主其将，援兵不齐，无作头阵先战。其实援兵终究不力战。纵然天下诸国助我战，何能朝无士气在？ 而求援与否，援兵出动之条件及对援兵的依赖程度，也是庙堂君王之决策，并非战场将领之谋划。嬴政在旁批下了大大十六个字：“量力而战，士为自强；国不自强，天意无算。”王谋兵事第四：农战法治为治兵之本。 嬴政读魏缭子治谈第三，连连拍案赞叹：“此说直是商君治兵也，大哉大哉！”嬴政所赞叹的是魏缭子明确拥戴商鞅的农战法治论。嬴政自己是《商君书》与《商君秦法》的忠实追随者，对魏缭的论说自然大大生出共鸣。魏缭子云：“吾用天下之用为用。” 吾治天下之治为治，修我号令，明我行赏，使天下非农无所得食，非战无所得绝，使民扬臂征出农战，而天下无敌矣。魏辽之论明确两点：一是依法治军，视为形式；一是重农重战，视为治军基础。天下自有甲兵，便有军法。任何国家，任何大军皆然。 但是，自觉地将军法与邦国变法融为一体推行者，寥寥矣。至少在战国兵家论述中，为了子史无前例。嬴政感愧不已，在旁批下两行大字：“如此国策，将军不能也；唯庙堂朝廷能行也。明非君道哉？”王谋兵事第五。 民为兵士之本，战威之源。自有兵甲，鲜有将民众纳入战事谋划事业者。这一点也是为了子开了天下先河。神法治，明赏罚，辨器用，使民有必战之心，此威胜也。夫将之所以战者，民也；民之所以战者，器也。 气实旺盛则斗，气夺则走。基于将民众看作战胜之本，魏了子提出“立士厚民”为国家治军之本，并据以划分出国家强盛的四种状态：亡国富民，霸国富士，仅存之国富大夫，亡国富仓府。 嬴政读之愤然，大笔批曰：“秦不赖民，安得长平之战摧强赵乎？秦不赖民，安得一天下乎？亡国富民，而民能为国战，君王谋兵之大道也。醍醐灌顶，未了子也。”嬴政一次又一次拍案赞叹着。 君上，君上，魏辽子逃秦，长史去追了。赵高风一般飞进密室，嬴政豁然起身，愣怔着说不出话来。君上，魏辽逃，快，驷马王车追。蓦然醒悟，嬴政一声大吼：“嗨！”赵高翠亮一应，身影已经飞出。 李斯实在没有料到，兵家妙算的魏辽竟能出事。岁末之夜，李斯出王城，回到府邸，立即到偏院与魏辽聚饮过年。两人海阔天空，两坛兰陵老酒几乎见底。魏辽说了许许多多在秦国的见闻感慨，反反复复念叨着一句话：“魏辽无以报秦，惜哉惜哉。”李斯想去。 此等感慨，只是未了抱琴之心的另一种说法而已。魂没在意，只与未了海说天下，竟是罕见的自己先醉了。蓦然醒来，守在榻边的妻子说：“他已经酣睡了一个昼夜了。”李斯沐浴更衣、用膳之后，天已暮色，来到偏院看望未了酒后情形，未了不在，询问老仆，回说：“先生于一个时辰前。” 被两个故人邀到上商坊赶社火去了，今夜未必回来。李斯当时心下一动，未辽秘密入秦，何来故人相邀？走进书房，不易，却见案头一只竹板有字，拿起一看，只草草四个字，不得不去。骤然之间，李斯浑身一个机灵。 几乎没有片刻犹豫，李斯立即派出家老知会国尉蒙武，而后跳上一匹快马飞出了咸阳。魏辽肯定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麻烦。魏国目下这个老王叫做魏曾，太子时曾经在秦国做过几年人质，秉性阴智，长于密谋。魏曾即位，魏国在咸阳的贱人数量大增。 许多山东商贾都被魏商裹挟进了贱人密网，所谓故人相邀，定然是魏国贱人受命所为。李斯来不及多想，心下只有一个念头：一定要在函谷关之内截住魏辽。只要不出函谷关，不管魏国秘密贱人有多少隐藏在魏辽四周，他们都不敢公然大动干戈。只要李斯能追赶得上，拉住魏辽，莫到一时，蒙武人马。 也许就能赶到，若形势不容如此，便可先行赶到函谷关，知会守军拦截。《大秦帝国之铁血文明》第四章《风云三才》，就为您播读到这里，下期我们再见。